陈小姐，多日不见，哎呀，你看看你容光焕发，艳丽照人呐。我从来不让我的肌肤透露我的年龄。哦，您是怎么样来保持您这个肌肤上的弹性呢？我都是嚼一种白色的口香糖来做脸部的运动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呢？因为你傻瓜，我聪明。我看了，真正聪明的是人家广告，我们大家全是傻瓜。不过倒是要奉劝各位，千万别把这些广告词儿经常的挂在嘴边，对，免得让人家说咱们讲话夸大不实。不过好东西还是要和好朋友分享。那是因为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。我很满意。